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。如果有来生的话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会一直爱着你。我爱你。民间谣传，如果你想要再一次见到你的爱人，你要发自内心的相信他一直都在你的身边。你吃什么他吃什么，你们如常的聊天，一起去做你们喜欢做的事，在另外一个空间游荡的他就会被你的爱引导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陈教授在哪儿呢？你今天一直在学校吗？沈巍，赵云兰来接你回家了。要尽量去做他生前最讨厌你做的事。前天吃了火锅，昨天喝了两顿大酒，今天还没吃。让他觉得你还是需要他的照顾。沈巍，全他妈是你自己孤零零的在家，我喜欢我。赵云兰，你醒了。赵云兰，你不许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，能让我省点心。粥还是温的，你先把粥喝了，然后把钥匙。沈巍啊，我去看看还有什么饭菜。以他的状况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离开。带他去做想做的事，完成你的心愿，这样你才没有遗憾。以他的状况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离开。完成你们的心愿，这样你才没有遗憾。如果灯芯真的无处可去，那就需要一位勇士捐弃自己的生命体，浓缩成燃料去点燃这场孤独，让神奇真正发挥它的作用。好名字。